Yo， 我是波子，最近呢我发现了一个呢是民间叫做 Pokemon 外挂的一个专找宠物小精灵的一个网站，叫做 PokerFusion。大家看到啊，这个呢就 capture 了，我呢就最近才知道的，我就呢就看看究竟是真定是假，因为我就真的不觉得是真，我觉得可能是假，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是不是外国的，是不是外国的网站的，没理由 search 晒所有连香港都可以的，我就不如试一下了。他家他有是有什么 Showing 151只 Pokemon， 啊 ?OK， 即是所有的 Pokemon 他都是可以显示到的，那你可以揀晒所有东西嘛，即是这个是各类的 ,OK， 你可以全部不揀，或者只是揀一两只，或者 select all， 或者 untap 某些你不想要的 ,OK。是用到的 ,OK， 手机是用到的，用手机用到 Pokevision 的。那啊，我试一下筛走晒所有我捉过的 ,OK， 我试一下筛走晒先。喂，我好像有水箭龟，好像在附近，好像在几公里以外的 ,OK， 喂等先，好像13分钟，喂，嗱，这个时候我下去试一下证实是不是 ,OK， 我试一下下去，我一刻下去 ,OK。是不是前面那些人不是捉了水箭龟吗？但我还没看到。行去其实是不用站在那里捉的，你们怎么办？现在是逼到傻了，在这个你要走前面都有的，在这个海明轩的前面。我看见了，是不是真的有呢？咦，真的有人捉了水箭龟，水箭龟这只真的有啊，但我未有啊。我有我有我有，真的有真的有。哇哇哇，水箭龟水箭龟水箭龟，哇真的癫啊，哇红色的，哎呀，哇哇捉到傻啊，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，请你吃好，第二次 nice， 得唔得呢？一下两下三下，哎，哇水箭龟啊，平时冇人嘅喺度，突然间路过咁多人喺度啊，喂真係捉到喎，喂真係得喎，呢个 app 唔係讲笑喎，喂真係得喎，喂真係喂，咁其实好快可以 unlock 晒所有喎。OK， 咁最後提下大家，如果用呢一個咧，因為佢時間緊迫啦，佢計住時咁，而你係要衝到過去捉咧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緊記真係注意安全。咁啊，今集係咁多先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保持大波自己，拜拜。